我有方法。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蔡依林很简单，蔡依林舞技是非常的厉害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说你要变蔡依林，你就必须劈腿之后往前走五步，就会变蔡依林。劈腿怎么走啊？劈人家劈完就哎。好了。是是是，还是说你想变刘德华也可以？你拿去你下都很好玩，你要变一下，弄一下弄一下。好痛！超痛了。不能呼吸！我觉得你割线了，你整不下去。好，来，Go！ 哦，我要先劈腿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有练过，有练过 ，Go！ 五步怎么走啊？可以啊，往前前进五步，左右左右，哎呦，你好厉害哦！多用力啊！好厉害哦！厉害！好，那因为变成了呢，所以就你知道，不像了，不像。好，不像，不像，不像。啊，你也不像，哎，像什么？因为你们刚整完，你们必须要恢复一下，所以请坐，请坐。OK， 可以，玩完又可以。好会哦，大哥，好会，背台，最阿上，来，没有，我是十八岁的少女啦，你别笑，我有，你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被男友甩了，因为他说我长得太丑了。哎呀，真的是哦。应该了OK， 没关系，因为你没有整形，所以说来我这边你就会获得永生，不是获得重生。你是神父，坐，先坐，现在控制一下情绪，你希望变怎么样？我想要变成全智贤。哦，那你是找谁教？我是明。我滑头在世，我有什么做到？在他之前，先给他变成刘德华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变成全智贤要先经过诊所，没有，要证明一下。因为我们这个诊所哈，就是我们都免费招待，一进来先变刘德华，刘德华。来，你要变全智贤，全智贤最有名的是什么呢？智，对，智，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全智贤这个字哦，不能乱点。当医生他没有一个蒙面点字的这个功力的话，点出来永远不像。要蒙面点，医生，你好好点。你放心，你不要动，好不好？帅眼罩，帅眼罩，天师，花火天师。我重点，好，重点。哎，停！哎，这个。快点，过程之中，病人不可以乱动，这样是不好的。来，如果再动的话，我们就打麻醉针哦。对。哎，那我闭眼睛好了。哎，闭眼睛。哎，变漂亮了，全智贤，算全智贤，全智贤是吗？叫算全智贤。全智贤，漂亮！好，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那我要赶快打电话给我男朋友。电话不用钱，来见。不用钱。
喂，弟弟。哎，怎么了？我的调调了，你赶快来看我。真的还假？他跟我说了，不然你会后悔哟哟。那你在哪里啊？哦，我在那个整形医院院。你不要别死，别死啊！你赶快来来。拜拜，拜啾啾。哎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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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对对，哎，快来！对不对？他想变陈伟霆来了。哇塞！稳住！一二三，看前面！哎哎哎哎！一二，陈伟霆，陈伟霆，陈伟霆。那我就配刘德华最好了，这样吗？刘德华，没有你，刘德华。来，忘情水，开始。啊！给我一杯忘情水，忘情水，忘情水。白银恭喜私用，郭宗康抓狂发怒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可以。好，不是，顶。好，不是。这个这么严重，他真的是吐了。憋三秒，憋三秒。你是让眼睛用来过瘾的。顶尖对决。忘情水，开始。啊！给我一杯忘情水，忘情水，忘情水。哎！他讲的变成王永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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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哇哇哇，好漂亮哦！那拜托，拜托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当初是我不懂的，现在我才懂得你的好。没有，那你一定要那个让我在上面那个这样子做，我才能上来。我们这个医院啊，我这个医师太厉害了。嗯，我不但治这个整形啊，所以我还治感情分裂。想很好吗？想，想很好，太简单了。你是男朋友？是男朋友，抱着他或者背着他，起蹲下十遍，马上和好。真的假的？好来，想不想永远幸福快乐一辈子？想想，夹着夹着。重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哦，我也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太好了！来来，我这个小姐，你也太豪迈了。来耶！哦，哎，其实你蛮重的。没有，没有。耶，开始！一，他的手哎。二，三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太可怕了！他真的是老悲少哎！六，来，我走了。老悲少，老悲少，九，开始的公布每一个人的角色，患者 B， 患者 B， 很好了。我的，这个叫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大哥，大哥。不要这样嘛！不要这样嘛！不要这样嘛！我来第三次，这样子是不是观众对他更了解？对对对对对，是不是更了解他？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对对对，来，大哥是什么？